要说刘晓庆的扮少女神功，想必那一定是无人能敌的。微博上一张张少女感爆棚的水嫩自拍，分分钟能够刷新你的审美认知。近日她又在微博上上传了一组打羽毛球的照片，化身运动辣妹。照片当中60岁的她头戴鸭舌帽，看这活力的马尾，明亮的笑容，灵敏的身姿，说实在的，小编还真的是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青春气息呢。现在角色对我来讲也不叫挑战。娱乐新天地综合报道。